長途機咧，最怕就係坐到腳都腫埋啊！有時候真係好想晾高隻腳攤一攤低啊！雖然有頸枕，但其實瞓耐咗咧，個姿勢都係唔舒服，好想趴低休息一下。最近我就喺淘寶度淘咗兩樣寶貝翻嚟，可以幫我解決呢一個問題。呢一嚿嘢咧，未充氣之前咧，其實體積唔算大啊，帶上去客機用嘅話咧，都算方便嘅。而且咧，佢拆出嚟之後咧，其實味道唔算重啊。只不過咧，因為佢係需要人工去充氣啦，啱啱吹起身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幾辛苦下噶。如果你係帶小朋友一齊搭長途客機嘅話咧，佢可以攝喺個座位中間，小朋友就可以瞓平啦。咁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咧，其實會舒服好多啦。呢嚿嘢咧，啱啱充氣嘅時候咧，就比我想象中充氣得更加快啊！其實都唔係好花力氣嘅啫，一吹就漲咗啦。而且咧，啱啱趴喺度試嗰陣咧，我就覺得瞓起身都幾舒服嘅。如果你搭長途客機咧，瞓頸枕瞓耐咗個姿勢覺得好酸軟嘅時候咧，趴喺度瞓嘅話咧，其實應該都會好正。